morning to you.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梅金采夫和夫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莫雷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和夫人。 英国首相特使、前司法大臣克拉克。早上好。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早上好。欢迎。 Welcome to China. 代表英国的 photo 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和先生。早上好。让两位提醒，不要寒暄。OK。 新西兰总理特使、前副总理麦金农和夫人。早上好。李先生，很高兴见到您。再次非常感谢，高兴见到您。 新加坡总统特使、前副总理黄根成。Good morning to you. 荷兰政府特使、国务大臣威林克。
马来西亚政府特使、总理对华事务特使黄家定。印度政府代表、外交国务部长辛格。晚上好。Good morning. Hi. Welcome to China. 澳大利亚政府代表、退伍军人事务部长罗纳尔森。利比亚政府代表、外长达伊里和夫人。意大利政府代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珍蒂洛尼。晚上好。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早上好。Good morning. Welcome. 我是意大利政府代表。法国政府代表、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晚上好。Good morning.主席先生您好，很高兴见到您。It's a pleasure to see you again. It's a great pleasure. 算了，你别管。Thank you. Thank you. 匈牙利政府代表、外交部长西雅尔多。Good morning, Mr. President. Good morning. 主席先生早上好。Thank you for your invitation. 非常感谢您邀请我。Thank you for your invitation.突尼斯总统代表、国防部长奥沙尼。早上好。早上好。巴西总统代表、国防部长瓦格纳。早上好。Good morning.我想代表卢塞夫总统向您表示祝贺。向他转职问候。Please send my best regards to him. 印度尼西亚总统特使、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布安。早上好。Good morning. 欢迎你。Welcome to China.泰国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威。欢迎你。Welcome to China. 早上好。Good morning.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夫人。早上好。
早上好，也祝贺您主办今天的活动。有人在那控制。波兰众议长基达瓦·布翁斯卡。晚上好。Good morning。主席先生，早上好。阿根廷总统代表、副总统兼参议长布杜。早上好。Good morning。张院长。早上好，主席。阿尔及利亚总统代表、民族院议长本·萨拉赫。瓦努阿图总理基尔曼和夫人。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和夫人。早上好。Good morning to you both。主席很高兴能够接受您的邀请出席今天活动。The other side, ma'am. Thank you.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早上好。Good morning。欢迎你。Welcome to China。周峰呢？委内瑞拉总统夫人马杜罗和夫人。早上好。Good morning, Cuba。身体好了吗？祝贺你。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早上好。罗伯特。尊敬的主席先生，早上好。罗伯特。打扰此人。谢谢。东帝汶总统卢瓦克和夫人。早上好。早上好。谢谢。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早上好。My class is good. 今天天气非常好。Доброе утро. 祝贺你，尊敬的主席。为你们准备的。Мы заказали погоду специально для вас. Спасибо. 谢谢。苏丹总统巴希尔。南非总统祖马。早上好。Good morning, Mr. President. 早上好。早上好。Thank you. 非常感谢您。Thank you. 谢谢。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和夫人。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奥吉奥和夫人。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和夫人。Good morning. 主席早上好。来了。缅甸总统吴登盛。Good morning. 早上好。韩国总统朴槿惠。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早上好。早上好。老挝国家主席朱马里和夫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埃及总统塞西。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卡比拉。上午好。Good morning。主席先生，上午好。捷克总统泽曼和夫人。上午好。Good morning to both of you. Good morning, Mr. President. 上午好，主席先生。祝贺您举办今天的活动。明天还要和您正式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早上好。Good morning, Your Majesty. 主席先生，很感谢您邀请我出席活动。波黑主席团主席乔维奇。大家好。Good morning。很高兴见到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父子。晚上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Коля。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家好。Доброе утро。您好。您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Заходим пока。Потом еще раз.
可以到下面还有一个住宿区。Если вы чувствуете слишком жарко, там есть зал для отдыха. Да, да. Мы на этом месте есть пинг. Если слишком жарко, нужно пить воду. Там специально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комната отдыха.不过比阅兵战士我们还是轻松一点。那都历史书写少到的，那不是。上去以后我们往左转，活动中心南列往河伯转，其他贵宾已经坐好了，我们再到前面的内厅里面稍后。